蔡政府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再来阻挡了。蔡英文总统大概也意识到两岸现在就是已经越来越紧张。我们希望是真正从人民的角度来考量，而不是从政治。似乎现在感觉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已经被证实要去美国访问，所以现在临时的宣布说要开放相关的对于大陆的直航。释出善意了吗？我们该有回应嘛？怎么回应呢？小三通全面开放，开放观光客，而且开放观光客是对他好吗？是对我们好啊！你赚人家的钱啊！多交流，就是能够避战最好的方式。